我们就是继续再来一个双节目。
我们目前一样落后两分，但今天我们要继续加油，所以需要全场同学你们的声音。待会全场声音借给林玉娟。我有内野的同学们双手举高，最大声的全队的大声一点，待会留下来加班，赶快好不好？